啊，台东摩啊，平价山。这边就是传说中的时代广场，但是我们的神器竟然轮到忘记带出来了，所以让大家看一下时代广场长什么样子好了。等我来。不要飞走。有没有看到？好像没有来，好像来纽约没有来这里，就真的是白来的感觉哦。你如果只能来半天纽约，你就是来这边打个卡就可以回去了。对，就告诉人家我们有来过纽约就对了。而且今晚都连时代广场，我是来过亚非，很辛苦，每次来感觉还是真的很妙。好啦，是不同的广告。虽然说真的是很移花，但是看到了还是非常的紧张跟兴奋。来给你们看一下狮子王，等一下我们想去试试看有没有半价票。票知道这部戏很有名，还用这种角度、侥幸的心态是不对的。但是试试看就会知道了。我们来试试看用 video 的方式。就是来看这些广告，是不是就很爽？这是传说中一直都要倒数的地方吗？Bye.